变音题是我们的必考题型，今天和老师来做几道题，判断每组中划线字母发音是否相同。 1. Open Nose Not 前两个单词双元音 U 第三个单词短音 O 不相同。 2. Cake Face Skate A 辅 E 三个单词均为看音节单词，字母 A 读自己本身的音，发音相同。 3. Kite Pig Bike Kite Bike 看音节单词 I 辅 E 发自己本身的音 I Pig 闭音节单词短音 E 所以选不相同。 4. We Heme 绝对开音阶，字母 e 读自己本身的音，发音相同。 cup bus nut 闭音阶单词，字母 u 在三个单词中读短音 a， 发音相同。 6 those go home o 三个单词中字母 o 均读自己本身的音 u o 发音相同。 7. get let met 三个单词均为闭音阶，字母 e 读短音 a 发音相同。 8. sit big bit 三个单词均为闭音阶单词，元音加辅音，字母 i 读短音 e， 发音相同。这种判断方法你学会了吗？加个关注，谢谢了。